大家好，好几天都没有在法拉盛漫游了。在我对面这里是植物公园，我今天过来这里，这家叫什么超市啊？还没看到哦，万家福超市。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特价什么的？这个什么呀？特价4.9萝卜。哎呀，这个便宜啊！这里是超市美食入口，进去看看。这里有烧鸭，3宝饭9块，价格还可以，不太贵吧？还有烧鸭、排骨。四菜一汤8.5块，好。这什么鱼啊？哇，看到热腾腾的菜式，非常可口。很多人在打包。超市里海鲜部不太忙，比较冷清。这里还有面包咖啡店呢。里面的菜款式比较少。好了，我们到缅街去转转。哦，这里就是缅街。好几天都没有在缅街打圈圈了。这里有家聚龙堂，有红烧鱼、煎饼果汁、宵夜凉菜砂锅、青梅小炒。在我对面这栋楼，起码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不少于10家吧，做按摩的，真够多。这家刚开的蒙宝菜，不知道什么名堂啊。今早上下了一场雨，现在太阳出来了。今天气温大概有60多度啊，很暖和呀。今天这家卖串烧的，这么早就开了。罗斯福大道做推拿的真多呀！哇，今天人肯真多呀！哦，在罗斯福大道，这里还有家算命的，你看，哇！在我对面的面包店，因为天气太暖和了，所以都打开门做生意了。我进去看看。看看有什么款式。2.75块。哇，这个贵啊，日式饭卷4.25块。这家也是网红店吧，很好生意。太好生意了。今天天气好，你看打开门了都不用关。这里是1392南翔小笼包。今天呢我都觉得很热。
堵死了，塞车塞死了。今天都可以穿衬衫了。大爷在赚小钱呢、啊。小哥 ，today free， 今天免费啊！啊，关东煮，看起来就好吃。相信的话就古代，不相信现在，不相信是现代。今天过来这里买几个橙吧，4个5块。这里是华乐盛的时代广场。这里是新农新超市，看看有什么特价。王子菇1块2毛9，雪豆1块9毛9，大街菜1块6毛9，奶油苗1块9毛9，今天的特价，豆苗2块9毛9，番茄便宜了5毛9一磅，台山菜花1块4毛9一磅，也便宜了。你家一把花，分一点。12块9毛9，龙虾，小龙虾。新农区每天就这么好生意了。最近草莓便宜了，3盒5块。3盒5块。杨梅那个蓝莓要吗？好的，还要其他的吗？哇，这家店铺都是关的，哇，这几家都招租了。哦，原来是维多利亚。免费停车，还不抄牌啊？租房广告，天哪，这印度人卖的印度店的更便宜，你看每盒1块4毛9，3盒才4块5毛。哎，这里有家中国风，到底干什么的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